您好，我是老鸭说。这里是日本川崎东急电铁的巴士电车博物馆，眼前这辆是东急电铁的巴士。510型电车是昭和初期幕黑莆田电铁和东京横滨电铁通勤通学用的电车，从昭和六年到11年一共制造了50辆。这里是电车驾驶室。这就是以前的驾驶室。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